呵，辣平糖又来了。你这也不行啊，挑战一顿只吃一口迷你辣平糖。既然都是迷你了，能不能我今天申请吃两口？你要是有一万小心心，我叫你吃两口。那还不简单，先吃最迷你的咖啡豆。咖啡豆在哪儿来？看见了，因为太迷你有点没认出来，现在剩一大把。听见那个爆浆的声音了吗？再来一个。第三口呢？这爆浆的果酱老酸甜了，下一个吃会飞的。那我还能不知道？小蝴蝶的。不过这两个蝴蝶也不太迷你吧？看看这还迷不迷你了？挺迷你，挺迷你。这迷你中的迷你蝴蝶，你可是无缘了。下一个吃圆咕隆咚的，那不就是这五颜六色的辣瓶球？先一个颜色来一个，看它爆不爆浆。这各种果味搭配起来太好吃了吧？迫不及待来上第二口。我也尝尝老酒了。嗯，就是比刚刚的酸多了。继续吃水里游的辣平糖，那不就是这一盘海鲜了？就是水里游的表情包了吗？你就想吃？这不是来了吗？先来上几条小鱼儿，酸甜的青苹果味儿，再来点螃蟹跟贝壳，差不多行了。满口的香芋味儿，该吃这盘动物辣平糖了吧？哟，这么迷你的动物你都认得出来？大哥，虽然我不精，但是我也不傻呀。今天属实费腮帮子了啊！这猫爪大小不是很正常吗？跟着比比猜正常吗？不正常，不正常。算了，别吃了，给我气饱了。哇塞，今天吃的这么晶莹剔透，我从来没见过。不会又让我吃一口吧？你小心心，要是有六千，我就让你吃两口。姐妹们，行动起来！既然是两口的话，我就先从大的开吃。先来一个圆锥体琥珀糖，还是蓝莓味的。两口了。吃着真跟果冻一样哎！再来一个玉米琥珀糖。你要是不让他们叫出玉米的表情包，你就只能吃一口。嚼嚼嚼嚼嚼！哇塞，原来内馅这么晶莹剔透。这个是橙子味儿。来吧你！这个声控太清脆了吧！饼干琥珀糖太好看了，竟然是奶香的海盐味儿。现在琥珀糖都出蝴蝶结了。直接吃出了混合水果味儿，还有叮当猫呢，长得这么可爱，我都不舍得吃了。不吃拿来，我舍得。那就继续来个小心心吧。哈密瓜味的海螺贝壳琥珀糖。我的妈，这个咋这么齁甜呢？这一口就行了。吃两口。看在这么好看的小鱼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吃出了浓浓的香芋味儿。这个口感真的太奇妙了，这个苦瓜琥珀糖不会是苦的吧？这不就知道了。嗯，甜的还是苹果味。行了，两口了。这口感像是在吃软糖啊。今天挑战扎手套，扎多少吃多少。九宫格网红美食，一共九根铅笔，扎几根吃几格，失败了就换下一个人。女士优先，我先来啊。谁还不是个女孩子呢？我让你一格都吃不了，都得是我的。再来一根。哦，哎，破了破了破了，能吃五格也不少了啊。最后这四格能不能吃到嘴看你自己的了啊。太好了，一格两格三格，技术还不错哎。小意思，我先来一个我的最爱火鸡面春卷。嗯，爆辣嘎嘎香。你逗我玩呢？该我了，当当。你介不介意我吃一个？拿来吧你。看起来是芒果味的。哇，来这个爆辣牛骨髓，我想吃这个。做梦吧，设计手可是精髓呀。嗯，就跟吃爆辣果冻一样香哎。你闻闻味儿就行了啊。咽了半天口水，该我了吧？赶紧。你是不是很喜欢吃这个呀？脆皮五花肉是我的，你留给我呗。你也去做梦吧。哇，爆油汁了！爆辣金针菇，明天见。你也可能咽啊。我的个妈呀，老塞牙了。你还有两次机会啊，且行且珍惜。这两次把你最爱吃的都选了，爆辣冷吃毛肚是我的啦。就吃点我想吃的，你给我留点渣渣也行啊。渣渣都不给你留，来个冰山熔岩解解热，直接一口秒。要不这个还是留给你吧，我吃无骨鸡爪。你还挺会啊。我腿上这巧克力也挺香的，其实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网红美食杨滚常来了。你什么表情啊？这是挺美味的，好吃。挑战一顿只吃一口小学门口的零食，话都让你替我说了。今天的这些零食真的是让我童年的回忆涌上心头啊！你吃不吃？先吃这个我最爱的糖酸肉辣条。
还是那个老味道。不过就是年龄大了，牙口不太好。那你吃个鸡蛋补补钙吧。那就整上这个鸡蛋布丁吧。听说这个冰冻丸更好吃，这不是一口冰冻冰冻。你也可以选个。其实常温的也挺好吃，是吧？苹果鸡蛋的味道。接下来出场的就是这个南京板鸭。哇，那个大吧！下一个五彩绳糖，耍一个小游戏，把它这么一绑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三做朋友，四做闺蜜，我的好邻居。吃个脱肥压压惊吧，不简单，葡萄味的。再来喝一个迷你版的酱香拿铁，爆喝！据说这 CC 乐是小学门口的网红零食啊，我来尝尝啊。老公，你现在的小学门口都有辣瓶糖了，哇、这么精致，还不同款式不同口味呢。够硬啊，这都能做牙套啊。粉笔棉花糖，上课了上课了啊，这个颜值真符合我。你啥颜值呀、啊？本来还想给你留两根，一根都不给你留。呀，这粉笔还能越甩越长呢。你吃不吃？吃。看看今日份推荐我的家乡美食是什么呢？我这辣王就打出推荐我的家乡四川，麻婆豆腐。那今天就挑战一顿只吃九宫格四川美食吧，每个只能吃一口。哇塞哇塞，又是丰盛的一天，这样的挑战我喜欢，迫不及待了，姐妹们，咱们开涮。先来吃这个四川的冷锅串串，一口是吧？我这每样都必须尝个鲜。满嘴都是红油的香辣味。下一个麻辣兔头，兔兔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兔兔呢？那你别吃。我就只是说说，我最爱的麻婆豆腐来了，必须来一大勺麻婆豆腐。那是两口子，一点不同情打理，这麻辣味真不错。不是我印象中的老妈蹄花是长这样吗？你吃不吃？吃。你的嘴只能吃那块。好像是这回事啊，还觉得软烂脱骨的。这个伤心凉粉怎么感觉它不太伤心呢？因为这个是我做的。咋着？你做的应该叫开心。这吃完我也没有感觉到伤心的。夫妻肺片来了，姐妹们，这么好吃，那我来一口吧。好像给我吃了个芹菜叶。哇塞，这个大冒菜料足啊，我相信这一块头全能吃完。早知道先吃这个甜水面了，都拖成这样式了，但是丝毫不影响我来一大口。拿来吧你，这面条这个劲道啊，这红油抄手也坨了。我替你吃。好吃的找不到家了。今天来看看推荐我的家乡美食是什么呢？我的竟然是河南地方特色花生。打出推荐我的家乡，加上省份，快看看你们家乡的特色美食是什么吧。那今天咱就挑战一顿只吃河南的特色美食，当当。河南的小伙伴们能认出来几个？必须先来上咱的胡辣汤。每个只能吃一口，剩下都是我的。那咱这嘴必须得大。好，一口。再来这个洛阳人早上必喝的牛肉汤，满满的都是料哎，必须再加上咱们的灵魂饼丝。继续这个羊肉烩面，还说呢，卤面来了，卤面来了，直接猛塞一大口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差不多别扒了。我本来还能多塞点呢，河南的大烩菜。哎呀，我这不争气的口水啊！哎呀，拿我哪儿？吃饭的家伙倒是给我呀！清淡的油茶来了。好喝。开封的灌汤包，这个得好好准备一下，我相信我能一口秒。哎呀，别勉强了。哎，我还想多尝几个爆汁的感觉呢。这黄色的便袋你们很少见吧？先把它淋上点小蘸料。这嘴的尺寸有限，赏你一个吧。哎呀，好多自觉。这扁担真中。最后一个道口烧鸡，你以为就有一个鸡腿？那你们可想少了。这是你的吗？是你的小鸡腿。吃了道口烧鸡的鸡腿吧，这我还能一口吃不完。先脱个锅。真的，你一口吃完了。